近日，有网友爆料鹿晗拍完《奔跑吧归来》，现身机场，身穿白色卫衣，戴着白色帽子，灰色口罩，不过大裤衩成为了亮点，露出了性感的小腿。有网友说，感觉鹿哥好高啊，帅炸了，怎么拍都好看。路上平安，注意身体啊，工作顺利。也有网友说，宝宝一路顺风，我知道杰克很远，知道你受不了长时间飞行，但依然希望你加油。还有网友说，好高啊我的哥，腿上有好多小伤口，照顾好自己啊，兜里放那么多东西，裤都快掉了，哈哈。另有网友说，这个头发，这个卫衣，这个短裤，啊啊啊，凌晨暴击太好看了。哥哥鹿晗除了长相温润天然亲和，还有着年轻人需要的踏实努力，不骄不躁，低调谦逊。大家觉得鹿晗的这一身装扮怎么样？